北大今天居然在课堂上羞辱我，这条路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，看我今天怎么坑他！安哥，你电脑忘带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老师却说了一大帮学生，他们要一起揍你。放心，坠母，我早已准备好陷阱了。Later， 原来你这个小坠母也是叛徒。老师还有一群同学嗝屁了，我趁现在赶紧走。 前面的是我家，不过我不能回去，我先蹲着玩会游戏，开机吧。同学们说好跟我一起坑奥安，结果都跑了。北大被传送到了电线杆上，电死了。这可不关我事，我还是先走。不好，命令方块露馅了，我还是给他堵起来，别让北大发现了。 接下来来到这屋里，有三个门，不过都是陷阱。走这幻象金块里面，这里也有我的陷阱。找出两年半前留下的箱子，这里有我两岁半时候的坤毛，放在上面陷阱就激活了。玩游戏开机吧。这高压电真是小母牛上天，牛飞了！这里应该就是小子的二姨夫的表姐的邻居家。陷阱，我这次信你，我不进了，我走这边。假的。 这边好像还有个门，我就不……不对劲，这不对劲，门是开的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传送。原来楼上有个椅子，坏小子可真阴险，这次抓到他必须奖励10,600作业，啥都没有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尼玛，吓我一跳，还好我带了红太狼的平底锅，要不然就交代这里了。 那这小子跑哪走？金块，不对劲，不确定，再看看，这好像是……哈哈，老师可真惨，从250米高掉落下来，屁股不得摔成一1.45、1.48。对面有个假人，老师看到一定会过去，过来就会掉到天堂里面去。我还是先走，在这角落玩会游戏，开机吧。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一下就飞？看到了是半坤毛沟，小子真是太阴险。Triple kill！反正这次这坤毛我是不会碰了，太坑了。这有箱子，看看里面。对面有个红色的人，去问问知不知道小子在哪。我劝他识相一点，不然。 干嘛，老师？今天我没惹你吧？别的同学都在写作业，你在干嘛？我玩电脑啊，你看不见吗？啊！你特么的，你是来上课的还是来干嘛的？给我去外面站着去！出去就出去，正合我意。同学们千万不要学这种二流子，以后肯定会进厂打螺丝。尼玛，沙比老师还在同学面前说我。 真是舅舅能忍，叔叔不能忍。这里有我的霸王龙，看我这次不把学校给你炸了！出发 ，later。 毁灭一下证据，北大肯定不知道是我干的。 这按钮不能按，从这隐藏门下拿个小车车，先去这上面等北大。这里及时跳车，不然会被摔成两半半。旁边有屏障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掉下去。话不多说，开机吧。学生都跑光了，不用猜，我都知道是沙雕小安干的好事。哦，他肯定躲在这上面。 炸了我的学校，所以补偿我1.45、1.41，不过分吧？召唤个矿车。小子，我来了。他可真惨，连声音都没发出去一声。这旁边的两边都是幻象方块，前面是我的电脑用来迷惑他的，这右面、左面的门也是迷惑他的。我走正中间的隐藏门，这么多不可能一个都坑不了他吧？ 况且这上面还有我的小姨姐，她这么笨是不可能找到我的。前面还有屏障，必须用水游进去。一会看我表演。好了，开机吧。
这果然是幻象方块，被我发现了吧？小子的电脑。这下面居然也有幻象方块，这次必须让他付出代价，小子给我驱使。把他小子电脑砸了，一会必须把他奥利给打出来。不对，如果这面是幻象方块，哈哈，我猜对了，左面有命令方块，那我开右面的门，接受制裁。他怎么这么会坑人？如果把这心思放在学习上，早就考上北大，成为我师弟了。前面有个白色的洞，小子肯定躲里面了。旁边还有个箱子，刚好有翘翅，他肯定飞过去了。傻鸟老师居然把上课地点放在雪原里，还好没迟到。等等，你怎么才来上课？老师，我没迟到啊，现在才两点半。我说你迟到了，你就是迟到了。作业给我检查一下。没有，我只带了电脑。很好，电脑没收了，回去坐着吧。没收学生财产，信不信我去举报你？你再说一遍。没收的好，我今天一定好好听课。同学们，以后谁再不好好听课，别怪我无情。你们先自习一下，我先开会小妹妹。老师被插冒烟了，赶紧拿回我的电脑。我早已在30个月前在这教室布置了陷阱，走着幻象方块去密室里，在这玩游戏等老师开机吧。快说，花安跑哪里去了？老师，我看见他躲后面的幻象方块里了。好学生奖励10086本作业。原来小子早已布置好陷阱，他肯定在这门后。Hello， 小汽车，小子你完蛋了，嘿嘿。老师你不好意思，说完了，老师没看到后面是我的密室，这旁边还有隐藏门，不过里面是怪兽。我走这边的小玩具通道，需要径步走过去，不然会烫脚。前面直接穿过去，前面还有个大惊喜等他。过来了，这里有北大的女神小美，还有一个贾坤坤。我先把这机关开启，一会让北大知道什么叫绝望。我躲着门后，一会准备看一场好戏。开机吧。门，不会是陷阱吧？钻石。不管了，先带走再说。一个，我就不信第二。反正我是不会走门的，继续挖钻石。小子的密室肯定在这下面。尼玛，这门这次竟然是真的，这小玩具。卧槽，竟然烫脚，原来有岩浆块，那我先去其他地。前面又是门，他会不会在这里面？他太阴险了。诶，一只小狗。不慌，这边还有道路，这是干嘛的？诶，我一眼就看出这个目标不对劲，这弓拿下是不是有个通道？哈哈，被我猜中了吧。下面是啥？看不清。卧槽，脚滑了。看来他小子肯定在这小玩具通道后躲着了。果然，还真的是被我发现了吧。小美女，妞妞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们不伤害我呀吗？牛牛，你没事吧？牛牛，牛牛，小美，我爱你。老师，你这女仆哪里弄的？当然是从诸神那里买的，不要998，不要668，只要2.5块。那她听话吗？这个看自己，我这个就被我的巨根征服了。你看我干什么他都不会反抗。真不错，我也要去买一个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老板给我一个00后女仆。你自己看看要哪个。我没带钱，先记北大账上行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一天涨250利息。那我就要最右面的这个小萝莉了。Later。 老师给你看看我的女仆。哇，怎么比我的好看这么多？一瞬间我这个就不香了。安哥能不能商量个事？啥事？你尽管说。就是给我用用你的女仆。什么？你同意了？那我就开动了。老师，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
你说啥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？这可是你先动的手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卧槽，都把我的火车道路都炸破了，不过幸好后面的没事，我还是先拿个玛莎拉蒂跑路了。按下旁边的按钮就会从天而降一辆，带上它坐上前面就可以先跑了。卧槽，忘了提前跳车，不过幸好没事，然后北大就不一定了。前面有我的水帘洞，我先进去。这有隐藏门，不用担心被发现，我先玩游戏等他。他应该就是按着按钮，就是把我的房子炸了。坐车追，把我的两个女仆都嘎了，看他这次怎么补偿我。10086压力板干嘛？卧槽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今天肯定能抓到他小子。前面是什么？昆蛋许愿井，一个钻石一次，有这么灵吗？刚好有一个，那我就许愿小子出现在我身边。这水帘洞不对劲哦，小子叫我一声爸爸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原谅你。老师，你看天上。就这，你这也不行啊，快出来乖乖挨打吧，我会用出 2.5 倍的力气的。老师，我刚刚生气了，但是我是装的。安哥，等等，不要啊。谁告诉你只有一个陷阱的？我走这边，这压力板全部都是用来迷惑他的，完全可以拖延一会他的时间。我先在这玩会游戏。怎么这么多压力板？其中肯定有陷阱，我不敢进啊，直接挖过去吧。我不还是过来了？就这想，难道我看到他小子的电脑了？肯定在前面，接受制裁吧。老师，你这小黑子哪里弄来的？废话，我独闯坤穴，一人独打百万只小黑子，才抓到这两只。哟呵，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不会是你捡漏抓到的吧？乱蹦乱跳跟傻子似的。今天的作业写完了还给你。表现得不错，你一会帮我看守一下，别让他们跑出来了。作为报酬，我就让你两天半不写作业。我先走了，10086秒后来。Later。 卧槽，一不小心把他们放出来了，他们不会攻击我吧？毕竟患有精神病，我还是先跑了。北大如果知道我把他们放出来了，那我的屁股肯定会开花。从这旁边的活塞门去里面，把压力板挖了，防止他找到我。这次一定要老师尝尝超级无敌大昆巴的我做的陷阱。这里还有我的密室，走左面的岩浆上面，不用担心，上面早已被我放上了屏障。他小子居然把我的小黑子全都放了，这有个密室，说不定就躲在里面，知道我为了这几个小黑子费了多大心思吗？这是障眼法，肯定是障眼法。我去这幻象你不要过来啊！没想到这后面还真的有密室，刚刚的女鬼都快把我吓尿了，这上面怎么有按钮？还好我这次反应敏捷，回头看了一下，不然还……他小子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次竟然选择了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屏障方块，果然在这前面，这上面也没有，这次终于让我成。这是什么？我好害怕，安哥，发现不对劲。这怎么还有隐藏门？又想坑我？岩浆和水我不会选择吗？小子，那老师你有本事你就游过来啊。哈哈，老师不知道吧，我在30个月前就在这水里下毒了。这旁边还有我的密室，这诸神话后面不能去，按下按钮把路给堵上，这样他肯定会去另一条通道。诶，这是啥？野生的装备，我去。全部穿上，一会就跟北大来一场正面的决斗吧。我刚刚是被水给弄死的，不会吧？再试一次。尼玛，还真的是，原来岩浆上面有屏障。我说小子怎么过去的呢？矿车，坐上追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被卡在墙里了，还好这次我带了镐子，不然就出不去了。那他小子会在哪里呢？把这墙挖开看看。Hello， 卧槽，又是这群可恶的家伙！不知不觉我就凉了，太吓人了。原来在这里，前面过不去，我先去学画，后面看看。哟呵，这不是小凋零吗？几天不。小子，你这次插翅难逃了吧？老师，你是男人吗？怎么，你想看看我的大坤巴？保证把你的嘴塞满。老师，敢不敢光明正大跟我打一下？你特吗？用这么好的装备就给我小木棍。我让你先打250下不还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屁股开花别怪我。